哎呀，怎么了？作文太难。你慢慢来吧，你看我也是慢慢的学习了。但是声调太复杂，我都会忘记。说实话，声调我一直搞不清楚。清楚，清楚，清楚。爸爸，你最喜欢哪一个声调？哪一个声调？你选择我吧，妈的一声。当然要选择我，第二声，第一声最好听，猪就是第一声。诗音风飞，你疯了吗？风第一声也很好听，风第三声太长了，风，我们这个生活速度还来得及用第三声吗？这个我同意。你是谁？我是第四声最强的，最强 ？Seriously， 力量大、快、弱、慢、破，不就也是第四声吗？棒、叉、牛，牛是第二声，好吧？还是第一声最好听？好听个屁啊！屁，这个就代表第四声。啦，第一声什么呀？这个读啦。第三声不就是辣吗？这个字四个声调都可以了，关键是第二声最简单。辣，意思就是你的脑子有点简单。滚，第三声，那你看第三声最好用，用第四声，四，第四声，大家最讨厌的数字，四，这是个数字，死就是第三声。你不想回答我吗？等一下，我再考虑。咖啡第一声最好还是喝茶第二声、你们忘记了我吗？你是谁？我是庆生。问你个问题的嘛，就是我，他，我选择他，庆生。我说的不是这个页面，是下一页广东话。我